雄唐先生打破了200多个盘龙花瓶之后啊，终于被他老婆赶出了家门，只能够靠运动来忘记自己的罪恶了。哎，他现在听到这种声音喽，赶快刷咖啡器哦。花瓶，花瓶在哪里？啊，我们照这样认真的练下去吼，这摆我就一定会掉啦。掉什么掉了？掉地下啦，掉。这是鬼屋哟！哦，半年不远了，手脚也不听使唤了。哎呦，这个错帅啊，包大人给摕一领来照清一下。